家讲的成语故事呢，叫做点石成金，是出自列星传的。点石成金是不是变戏法？是啊，话说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我是谁？我就是神仙呐！我在那里看人间的仙途，不过这本书真是太酷了。难道凡人真的那么苦？我要到民间试探民情。阿云，快把我放到凡间！书上说祁阳县的人生活最苦了。好，我先到祁阳县看看。我现在这个模样，别人看见容易误会我是贼呀。不过我应该怎么办呢？有了，这样就不起眼了，可以到处看一看了。我要看看这个地方会是什么人，我去见人，我要教训他。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破的衙门呐。我给你们点厉害看看，住手！